家已经是第二次做了，第二次如果那个渣渣或者泥巴还有的话，还要再来一次。好了，终于搞定了，刚弄了一个多小时，和两袋，还是挺重的。好了，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下一期的话，我们拿这个菜籽油拿去现成去下成那个油啊，然后我再跟大家分享，100多斤到底能夹出多少斤油来。